你干嘛？每个小叔叔那个活动地方。你要干嘛？你累了？累就趴着睡一下。不要啦，会少掉很多蚂蚁吗？不会啊。这语调真奇怪。你看这有很多蚂蚁。木雅，你看这有没有像那昆虫先生？昆虫先生。昆虫先生。爸爸快看，哎，里面有什么？打开给我看好吧。昆虫先生。昆虫先生去哪里了？哎，怎么找到一个帽子？赶快打开来看看。昆虫先生，你会不会说？昆虫先生，这是我镜头盖啊。